陈茂，啊，我们的荣誉理事长陈胜雄，陈理事长，你给他颁奖哦，颁奖就可以来，颁奖就好了，有哦。来，再来是我们的常务理事，我们曾训祥曾老师，谢谢。再来是我们的杨月珠杨老师，谢谢。再来是我们的李俊毅李老师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再来介绍我们常务监事蔡玉莲老师，来，请各位，好，谢谢。哇，你看，你往旁边，一中啊，闲不下来的人哈，一中啊，往后面出比赛开会哈，感谢你，谢谢。那再来我们的很重要的伙伴哈，我们的李监事，来李义新老师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李乃仁老师，谢谢。沈清辉博士，谢谢。吴虎山老师，谢谢您，海恩。再来是陈春祖陈老师，谢谢。OK， 钱尚志钱老师，谢谢您，大家好，谢谢。薛勤之薛老师，谢谢。OK， 梁春芳梁老师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再来是我们的郑秋平郑老师，谢谢。OK。那我们的监事陈君天陈老师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再来是陈银珍陈老师，是我们的主任，感谢您。钟耀玲周老师，谢谢您。再来是最后一位，我们梁秀燕梁老师，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哈，这是我苏华老师哈。再来我们的啊总舵手，我们总干事郭之林郭老师，谢谢。我们的副总干事也是我们的啊、理事蒋明和蒋老师，谢谢，感谢大家。那最后，谢谢大家的掌声，欢迎我们南瀛书法学会理事长郑志仁郑理事长为我们致辞，谢谢。